一个恶毒的查某人，你敢知影？你安尼私底下偷走我的钱拢转走，安尼我就算不能，我公司倒去。你公司早就已经破产了，你唔知吗？你今麦搁要欺负你，你的小弟我的翁，哈？是吗？我跟你讲，你袂使欺负伊哦。你若是要来阮公司工作的话吼，我跟你讲啦，阮公司吼搁有欠一个职缺，叫做打扫阿伯。种的话你讲袂出来。水瓜水瓜水瓜，你为什么怕我乱怕？我告诉你哦，你为什么生气？你没时间生气的啦你！你进来银行即马山顶搬，你像我，你没你像我抽票啊，抽票啊！你知不知无啊你？水瓜卖手机啊！进来抽票，三千万。你，我。我什么？我什么？真正是我天哪！天哪！我带你去花园啦，花园啦，你卖手机啦！卡卡进卡！你来，请问，你来，你该演泰国剧的。我个人呢？拍谁？泰国连续剧一百 ，Camera。还看民众怎么用动端？没代志，没代志。你为什么这么看？他们懂我，他听命，他听命。查清面是查查面，没得抽票是一千万，下面是抽票，抽票是跳票，你听人家票，好酒杯啊！你们 M V O K， 来，来上一个，彭哥你好，彭哥好，看你姐好，看你姐好，是什么？你在介绍解读还是什么剧情啊？我跟你讲，首先寒心令人寒心呐，对，以来家这个所在话。对啊，听到人在比格。真正的，阿丽啊，演的落，你真厉害啊！我直直忍，直直动，真正动袂掉。伊，不过恁两个是演什么？我是尹某。对，我老婆。你老婆？不是你老婆。老婆，不。那你是？伊是阮小弟，啊，阮第迄个第五啊。第五啊。啊，伫我公司上班，啊，甲我公司钱偷摕了了。为什么他连讲的跟演的？拢听无，好像不搭，是不是？这个就正常哎。你讲你动作就干一个鸟，上下拢赶快。你听到一句什么？什么？阮公司在了破产。我跟你破麻的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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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怎样？啊叫破产。破产。哦破产。破产。像破破。弄过。来，好。他那是为什么会剧情会行到这来？没应该是变的，我唔知啊。无啦，我特工，我就爱看迄个八点档。可以讲。要来底家，要来底家，要让八点档演员。啊？八点档。八点档演员，八点档演员。杨洋，哦，他杨洋。八点档的演员啦。金金哦哦，不能金金。演员呐，今天谁给我跳？你的功劳。我每次讲台语，我都爆筋，我好累哦，真的好恐怖，真的。但是太高水嘞，什么国籍的啦？一行都大汉的呀。对，国立啊，靠韩国，韩国，国立，韩国呀。你好，你好，你的娃娃公韩国，我的该他在讲台语讲惯，拢乱讲嘛。一个南韩，一个北韩，南北韩聊天一百开没了。哎，안녕하세요，잘지내세요？안녕하세요，친친친친。哦，그러구나。안녕하세요，그러구나。왜여기있어요？여기있어요。哦，당연히여기진짜좋아하는데。여기좋아하는데좋아。여기얘기하는거는진짜나진짜대단하다。감사합니다。今天的是卡路蒂亚。没工作啊？没工作啊？有工作卡路蒂亚。我今天卡了点。你讲话有没有高血压呢？我尴尬。两公话，整个脸都红。我洗。我哪会哩？是不是？可丽姐是讲国外语言，脸真的会不会讲话，脸真的会红，因为你要很用力去讲。对。好，注意啊，不能用含住的啊。
啊，一分。
三个字。消防车，消防车，消防车，救护车，消防车，这是一个地方。哦，医院，这是第一消防队，消防车，地方，地方，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我知道这是地方。下面，警察局。我是不是偷看麦克？这个地方消防车出来。哦，消防局。对。好，对，咱台语联想。好，来哦。韩语联想王计时三分钟，开始。在，今啊，微吹空又惊醒，惊醒旁边雨林 ，VQ 月 Q 旁边一下雨。好像太阳系。不行，太空梭。飞机嘛是多位，全世界，机嘛是多位。不是，我没有看到现场脸这么囧过。全世界 ，OK。太阳星旁边的好兄弟，太阳星的好兄弟，飞天空的，飞太空人去看到你，看到你啊！太空人，银河系不是太空人，太空人。修兵的太空人，太空人，修兵的太空人看到，下面有船，有水，有风，有云，下面有山有水，我在修兵看到你，看地球，哎，丢，你就地公丢，阿佩哪里丢？看地球，要在丢，地球仪，哎呀，别动，来坐，下一个。下一个，胡说八道，这叫地球仪。OK， 地球细菌，哎呀，给啥呢？地球细菌，就这一点。啊，请说声。OK， 哇，起码是什么颜色？这个是什么颜色？你的头发。我的头发是金色。别，哇，不行啊！金，在哪里？哦，在哪里？哇，好看啊！这，太色了！七十岁的男人头发是啥米？七十岁白头发。OK， 要不，你今晚要去哪？今晚要去哪？哦。对，妈，爱吃，take it， 刷，哦，对不起，沙粒，哦，妈，哦，我，快走，幼稚园，不，哦，有，幼儿园，对，还有，我的车，哦，慢，你去到位，飙车，没事，你去到位，你的车才会丢。你去保养，不是不是，又在分线。加油！哎，对，等，你丢了。啊，加油！加油！接地气，好了，答对了。Yes， 谢冠达，好胜。丸子是不是真的不喝就看这时候了？来，叫谁？谢冠达，谢冠达。来，阿迪又开始问喽。像那个好，来，专辑中字数最长的歌，第二次爱上你。没关系，第二次爱上你。对，第二次。哪一张专辑名称最多团员的创作？对，第三张专辑叫什么名字？那退魔路。退魔路？对，不对。下一题，哪一首歌的 MV 团员全部都裸上身拍摄？第二次爱上你啊！恭喜答对。第二次让我爱上你。最后一张专辑的发行年份？二零零六年。答错。来，快这一题快 ！Energy 年纪最大的是谁？牛奶。来，我问你哦，这是我的问题。我不喜欢吃什么食物？那个金枕头叫什么？榴莲。榴莲。这错。加油！我操你个屁！我在哪里向我老婆求婚？
你在哪里向你老婆求婚？我们发财了。不是地方啊，地方哦，地方餐厅哦。哦，餐厅哦。地点啊？我跟我老婆是怎么认识的？拍戏。啊，对。来，我在哪一部戏里面饰演最帅员工？月川欢迎你。好来，两题要答对两题哦，是。五个字，就是你老婆在生完之后，哎，有个后，慧琴啊，三个字，通常会在大楼的顶端会有一根什么东西？地雷针。地雷针，答对。四个字，他搞不好家里面通常冷气，我们又称它为什么？中央空调。中央空调，答对。恭喜阿迪获救！耶！口罩拿开，口罩拿开。他错很多题耶，错很多题，因为发太多专辑了，忘记了啦。对，你才发一张，你应该很好答。对呀，你讲那么多。哎，男生滑好像比较不容易耶，女生比较轻，对不对？对，女生比较轻。等一下，两个一起回来就，吃水比较重嘛。对。怎么办？有点担心，会不会你们都答不出来？最可怕的是最后一对啊，地狱组合。来吧，要先反过来哦。好。哇塞，你跳舞了。中间比较重哦，小心哦，稳住，先稳住，先稳住，你坐稳就好，坐稳之后我们就走，好。你坐稳哦，你一定要坐稳。哇，那个船快沉了啊，好沉，好沉。加油，加油，加油！你帮我抓平衡就好，你的力量不要吃太多水。嗨就有了 ，Go Go， 加油加油！下来跟我嗨翻就有了，下来 Go Go Go！ 好 ，OK， 第二关结束了，你都待在这里吧，真假的啦？对，你们呢？你们哎哎，不要这样子，你们要回去哦。我们要收道具了，拜拜拜拜。哎哎，哎，太夸张了啦！收工收工，我们的船来喽！哎，掉来了，掉来了，掉来了！你扩音没？哎，小鬼，我们在观众组 MV 中。代表什么丸丸子？我是贡丸，我是贡丸。那我嘞？你是花枝丸，今年是鱼丸，鱼丸。打中！我们的专辑拍了几次 MV？ 我们这专辑拍了几次 MV？ 一、二、三，三次，三次，还有没有四次、五次？到底几次？打打。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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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吗？我们只有一张专辑，白痴啦！我们的专辑在几月发行？问第一张专辑哇！我们那时候发的时候，几月？十月，十月31号。答对。我们的专辑蹲下的是谁？蹲下的是我，是我，不对，等一下，阿啾。啊，云青，都不是，都不是我啦。我们的哪一首歌和杜德伟合唱？那个好像是你跟他合唱，我没有合唱哎。他哪一首嘛？哪一首你知道吗？不知道就乱讲，答错就赶快被打。答错。一张专辑而已都不知道。我们的团体名英文的团体名叫什么 ？Cosmo。两个人答对，好来来。Cosmo。好，我要问我的问题，我现在主持的节目有什么？这么一碗的。还有没有？还有一个是网络节目，就是那个娱乐很大，多大？答错了。没了，你有三个我知道。我和谁传过绯闻？女艺人，杨丞琳。还没有？还有什么叫？还有那个，赶快讲啊！是，谁是是啊？会输掉。我的新专辑名称叫什么？超勇敢。超勇敢。我演过的电影。
哦，跟王心凌拍的那部篮球了，叫什么？火力全开。好，我属什么？我生肖属什么？你生肖属不是羊，不是羊，你生肖超过五岁，你生肖属狗。我的英文名字。Alien。参体。好，我要形容哦，我要形容哦。你看剧本的时候，都会拿什么东西画你的台词？签字笔、荧光笔。答对。韩国好吃的一个食物，四个字。韩国好吃一个食物。QQ 的，白白的。就是那个辣炒年糕。答对。再一个。好。我们的团体已经怎么了？我们的团体已经解散了。谢谢你。快！太棒了 ！Hurry！太好笑了！快点！恭喜绿茶获救。他属鸡的。啊，对。小鬼，对不起。不好是真的哎。没有啊，哎。不好。小鬼是蹲着拿那个棒球，两个人不熟，不熟。小鬼没有在私下没有在联络，没有在联络。有，好，上，在后面。我告诉你啊，先左再右啊，这边先。好，走。来，我在前面一点，不行，要倒要整。哎，要倒了！妈妈，游去哪里？游去哪里了？会不会翻船？哎，这边来！我相信他们也想要过来。他们不要跟他们说。你不要滑那边啦！好，快倒了！走。要左，加油！好，一位，6分38秒，昆达这一队6分53秒。那个元宝他们最快，元宝二人组他们才6分18秒，等于他只要在7分13秒就可以赢了。我觉得我算快了啊！放屁呀！你太慢了。还是您看一下，7分21，哒啦！恭喜黄队获胜。直着回来就赢了，就你们竟然开到中间再切回来，不是他太重了，我们一度要翻船，我一直在控制那个。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要转方向的一定要在后面。是你的问题，又是我的问题，对，没关系，我也很卖力的去滑，你也没有不棒，只是很可恶。封面我蹲在地下，对不起，我把你跟阿啾搞混了。你把我跟阿啾搞混了，你们就走那一张哎，我们就三个人。我知道，在我们三个人的问题，而是你没有一张。对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问思思是谁？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乱讲一个什么诗诗？诗诗还有三种嘞，还是诗诗是我们不知道？放屁啊！没写出来，爆了一个料。那这个清酒啊的品牌有很多啊，他们是可以私酿的，每一家厂都可以有自己的品牌啊，他们做出很多的 sake 啊。那这个 ski 在长野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有很多人。多人，老师，长野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边滑雪，好不好？同学们懂了吧？哎，不，哎。
在干嘛？完毕完成啊，完成了。完成关我什么事？你也要坐下来。同学们，然后呢，我们来到新系这边哦，一定要知道他当地的这个文化。他这边呢，的人们也算是非常的友善。同学们懂了吗？同学们懂了吗？同学们懂了吗？刚刚老师过来的时候，你还从那边走过来。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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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一个笑话，让老师觉得说哇好笑。那我就放过你，否则的话就要刺。我有一个朋友啊，叫紫藤。啊，紫藤。不过他姓杜。杜。杜紫藤。不好笑。再装一个。你为什么在偷吃东西？通常这样就是要披萨摘一个，先把这个脸弄。等一下，你是吃哪里的披萨？这个没有动，有啊，你嘴巴有披萨被发现啊！你害康哥啊，你害康哥多吃一个披萨。恭喜恭喜！我们吃完一个，终于没有来。现在开始可以帮忙吃了，可以帮忙吃了啊！好了，现在继续上课啊，同学不可以吵闹啊！啊，我们这个熔岩石的石窑拿来做披萨 ，PIZZA 啊，这个披萨，我去吃披萨，他用水果来做成的，传这个信啊，那用水果做成的披萨，它吃起来就比较不腻啊，吃完之后再吃一点。再喝一点 sake 啊，喝完之后还可以去滑雪，所以很多日本的朋友或者其他国家的地方都会来这里滑雪。同学们懂了吗？同学们懂了吗？你干什么？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你给老师一个理由。哦，你在练唱是吧？对，练唱。那你会唱 rap 吗？啊？会唱来，唱来我听听看，要不然我怎么相信你是在练唱？唱。那这种跳舞在。闭上你的嘴，说太天真，抱歉我听不见。说天才我还不配，说热情没有极限。日记我只有一天跳，不是只每一天我醒来就一处理一下自己的口水啊。实验室，所有能够实现是你看我蒙着双眼睛，别懂那个，不用谁来拜托，不后退也不后悔，也不求回头看过。好 ，Thank you。哎，还不错，还不错哦。好，坐下来。哎，那你们两个为什么坐在一起？老师，这我的啊，对，我们在谈恋爱，对啦，你们已经谈恋爱了。是。哎，坐好，找自己位置坐好。然后到了新系线这个地方啊，我们的线鸟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朱鹿啊，这个是一个他们的线鸟啊。那你这个朱鹿啊，如果出现的地方，代表今年会丰收，所以他们是很吉祥的啊，很吉祥。同学们，这个吉祥有没有看到啊？啊，同学们，董志成跟老师是同学，对不对？我们以前才是同班的，对不对？啊，然后同学们，董事长乐队，现在竟然有一位团员他是在当导播，对不对？所以人要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发展，这个很重要。同学们懂了吗？你干什么？你刚是跑到帮老人做复健。谁呀？谁？那老人他痛风，他脚有出现。痛风真的吗？在哪里？我刚类似这样，老师你看一下，他刚脚的不太很动。哦哦。然后就这样。哦，哎，很棒。大概是这样。你干什么？我在吹口哨。吹口哨。哦，OK， 好，别乱来啊。好的。
那我们在长野这边呢、啊，也可以滑雪。那新竹这边滑雪那是更漂亮的啊、哦，所以我们希望来到这边也可以去喝个 sake 啊，啊，然后泡个温泉啊、哦，这个温泉一泡，整个人就很舒服了。更加棒，对不对？那就会开心了，然后再去唱个卡拉 OK。同学们懂了吗？同学们懂了吗？这是什么烂节目？这是什么烂节目？干什么？太怒了！他就抓到吃披萨，我谁叫你倒霉？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黏在一起？哦，好了，同学不要闹，桌椅排好，我们要继续上课哦。那么啊，同学们懂了吗？来检查，哪一队的？来，黄队的完了，披萨也完了，哎，黑队还有一点，喝完内内也完了，球破了，内内也完了，球也破了，所以我们的黄队获胜。好，那么。家属还有要看的吗？没有了，没有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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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火花，可以送进去了，送进去了。第一棒准备好了，二边，回退啊，回退啊。这个东西啊，是一种饮料，是前阵子很流行，非常非常流行。然后呢，他一定要就是空腹喝，空腹喝，效果四个字，会有效果。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效果有答案快点。空腹喝，多讲一点。然后它能够降体脂肪。降体脂肪，不能再讲太下去，我很怕被人家猜中啊。你想一下，想一下，老虎牙加健康，老虎牙子，不是啊？你说什么？没挑健康，绿茶，想一下，它是从国外流行回来，国外对，不能讲哦，国外流行回来的。然后呢，里面可以添加一些，比方说一些油类，油类加一些油在里面。比方说有人呢、啊，有没有？防弹咖啡，防弹咖啡。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然后呢，这个东西，躺好啦。小哥在旁边很懊恼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觉得我们会获胜。啊，一比零哦，一杯。弄得到了，弄得到了，重要。没关系，队长努力打出来。对，不能乱看，不能乱看。Hello， 有听到吗？有。每一个平台都会设置一个东西，让人家下单。以后就平台购物台，四个字，四个字。然后现在人都会使用 Apple TV， 四个字。Apple Store 应用程式，每个平台都可以在上面买东西。购物商城，然后你说什么？购物平台。你刚讲的。购物城市，每个艺人都会有的东西。购物频道，每个艺人都会有，每个艺人也都会有。粉丝专业的另外一个说法。Instagram。四个字。专属的东西，粉丝专业，粉丝专业，哦，快接近了，有认证到的，蓝色勾勾，蓝色勾勾，有蓝勾勾的可以叫做什么？叫什么？
认证还可以称什么？脸书购物，就四个字而已。然后它的那个注音很难念，很多人会念不好，尤其是台湾国语的人。安卓。不要在那边乱讲，四个字快说啊！安卓是你前男友的。安卓，脸书专业。前两个字是比较政府的那种说法，他们会说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是认证平台。如果说有一个官方认证，官方他们要说自己是什么东西，会自称什么样的？绿茶。粉丝专业，粉丝专呃，不是粉丝讲的，粉丝刚讲。如果说发生绯闻的话，我们通常那个新闻稿都会怎么样写？自称什么？会把新闻稿放在哪里？一人粉专，靠背影视，靠背影视，一人粉专，官方说法，官方粉专，官方粉丝，官方网路，官方平台，官你说，有三个字对了，快点啦，官方，官方网。各位，黑队又听牌了哦！黑队又听牌了哦！加油！好，两位预备。是啊，我跟你讲，这是一个那个白人世界的一种食物，然后呢，意大利面，白人的主食啊。OK， 越南也会看到这种东西。越南会不会？不是法国面包，你讲了，不是法国面包，你讲了，法国面包。你也觉得法国？白人啊，硬硬长长的。哦，那个。白人啊，硬硬长长的。哦，那个。怎么了？剪裁的？没有啊。所以说，揭晓答案的时候，尽量不要靠太近。你看这两位，谁知道你怎么这样弄啊？你是贵姓？库隆赛啦！哎，开始。先猜，先猜好。对，不猜中不过分，两个字哦，没有吧？哎，其他人不能参与意见啊，不能讲话。好，公车。公车的。那这样。哦，哎，请问这边有没有答案？有，请说。捷运。公车也是两个字，捷运也是两个字。它有爬楼哎。爬楼，对，有爬楼。它有爬楼，像公车吧？没有看到这个爬楼的部分，有没有？我爬楼。对，搭捷运是一定要。走楼梯啊！没有，我以为看我比错了，我先下楼梯，再进去，再抓你，看错了。眼太傻了，我说太傻了，太傻了，进去就可以了。哎，长真
我，对不对？这个不可能不会吧？哦，准备啊！先小心。开始。三个字。什么？哎呦，蛮出名的。哎，现在不乱讲哦。哎，都不能出声音，都不能哇。随便猜嘛。乱猜的啦，说不定你就猜中了。没的东西往往。需要点在看你怎么。太早枯萎。哇，哎，人家唱的歌跟你们迎战。那个。娃娃，娃娃机，娃娃机，好，你的答案。他刚刚那个姿势，我会觉得是天鹅。哎，你们三个一起比一次，我们看看，预备，一二三，开始。选择的对象，男动人马出场。男动的小心里。两位，李杰吗？回答回答。国贤哥是之前来相亲的嘛？国贤哥终于啊，一次相亲。好好好，听我错了，王姐。尊重。哎，是妈妈啦，哎呦，妈妈不行啦，妈妈都结婚了。妈妈单身15年，我的热情跟渴望都到了一个境界，哦，对不对？嘿，我少了整个沙漠。好，冷静，妈妈这个爱的宣言，不是你错过我之后，你就像马国贤一样，十年之后在移租区，你愿意像他这样吗？对不对？而且我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对，没错，我自己帮我自己准备的嫁妆，500万。绿茶，请发表你的这个爱的宣言。妈妈辛苦了，这样空窗期。你也去过我们公司，真的每天这样在家在工作，为了家里面这样子，我觉得你真的很辛苦。但我为什么会选到你，我也不知道。对，什么？对，绿茶，而且你刚自己说你想要经验丰富，对啊，我除了没有青春的肉体之外，嗯，那我缺了什么？你告诉我，是因为妈妈没有我缺我还能生呢、啊，我对，我还能生，可以啊，我还可以生啊，可以生，我缺什么？我跟妈妈生，为什么不行？我可以，妈妈能生，然后露露拿出这个瑜伽垫，来来来，来，妈妈还能生。来，这样对我，两位互动一下 ，baby 伤起来哈，是好来，帮他加强大腿内躺着，躺着躺着，我是绝对躺着，享受一下，闭嘴闭嘴，哇，妈妈很会，对，告诉你，霸道总裁，七种，好，很有啊，很有情趣，小腿外侧，小腿外，便宜还卖乖，对对对，是不是？你捡到宝了，你看表妹，那种是那种尴尬情节。教训下去，来，先那个小腿外侧，小腿外侧，一定要一定要，放松嘛，小腿外侧要放松，转过去，胆经，对，这个叫胆经，绿茶，少女绿茶，有没有酥麻的感觉？还好，可以用力一点，慢慢滚到大腿，可以用力一点，还没有出力，好，用力，来。用身体的重量压上去。来，好，这样好。你们两个不要打整点，好哎。好，现在麻烦加强大腿内侧。卡帕好贵啊！这样很怪，这样真的很怪。内诊啊，内诊，这样不礼貌。你听话啊！要逆来顺受了。你要妈妈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好，我大包大揽没见过。赶紧。好。不是要重来可以重来。对啊，可以再
一次，我们吓一跳啊！先帮你卡歌了，再插播一次，插播什么？再插播一次，再插播一次，再插播一次，再插播一次。我们延长一个小时，我觉得续唱，我觉得刚刚很好哎。好，来一遍 ，Go。分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灯，酒一杯一杯一杯的重，这呢啊贴了我，我酒量无好，卖甲我唱空。一工一点一点的走，哈一支一支的老，有一天老老，娶某仔到。뭐가문제야세상에분위기가겁나싸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거라도마시는거지재미와같아도그반대로블루투스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는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Jerusalem, Chelsea.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hang on, don't. Come here, baby. Come, baby. Come. 谁是你 baby 呀？ Oh my baby. Oh, hey.甜而已啊，甜爱，没有这种名义的甜哦。当事人觉得怎么样啊？这刚刚没有讲啊，没有讲，没有讲，干嘛要讲呢？不能讲，没有彩排的，对啊，没有蕊过。这样，哎，用嘴封住你的唇，就是不让你讲啊。对啊，高招啊！亲亲，你觉得怎么样？他脸都红了，代表有重，重，哎，来，萝莉塔。不行啦，你还挑人呢。没有，我没有，你这一辈子孤老终生。有防卫桥，防卫桥，哪一个？哎呦，哇！啊，第二排第五个，哇，那个，哎，看看他在表演，就笑得好开心。第二排第五个，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起立，起立，起起，哎，起立，起立，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会跳舞的男生很帅啊。没有，哎呀，你会不会跳？你会不会跳？跳舞。OK， 你要不要参加 JKF 啊？性感腰又很细，而且很漂亮哎。对呀。哦，搞笑的你蛮喜欢。可以可以，绿茶可以。好，绿茶。没有啊，绿茶。讲到这个 Jockey 也讲快一点，好，很快，重点很好。来，哦，我开了一家店嘛，对不对？那本来要请一些工读生 PT 的 job， 那就有人想要说来我这边上班。是。那来这上班的时候呢，本来是说他下礼拜要上班的时候，他没有来，他就打算跟我讲说，不好意思，他确诊，哦，所以我可能要就是隔离，隔离哥在 hotel 好像隔离七天吧。嗯。他说，老板，不好意思，因为隔离需要很多钱，那你可以先借我一下。啊？所以我就借了。15000给他，因为他会在那个什么薪水里面扣嘛，那我想说先借他15000，还没上班，他还没上班，还没上班，对对，但我觉得说，反正他是要来上班的，反正我就先借给他。他一定有一个特色，这女生应该长得不丑，应该不丑。男生的话门都没有，真的真的，因为那个绿茶就是我们闽南所讲的蟹姑，蟹姑啦，好 ，Anyway， 他就来没上班，去隔离，我就借他15000，他隔离完了之后呢，他好像是下礼拜要来上班了，他说老板我一定会去哦，很奇怪是每次要上班的前一天又打电话给我，他说老板不好意思，他说我怀孕了，那怎么办呢？你钱一定要借人家，我也会他说就是你干的好事。我说什么借？你怀孕关我什么事？我说为什么？他说不是，因为我这个没办法跟我爸沟通，我想把他打掉。哎呦，他想去医院把他打掉。那我说老板，你那边可不可以就是借我25000？啊，还在借？还在借？那我就想说，你不跟我讲，那我说你男朋友嘞？他说我已经跟他闹翻了，他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家伙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跟我爸妈讲什么。那现在因为我。
要到这边公司上班，这个老板感觉你非常好，你可不可以借我2万？这种女生呢，有时候很可怕。你跟你男朋友借拿2万五就好了。对，他说不想跟他。后来他收一收，我总共收了25万。还有这么多朋友借，我也有啊。快追我就借了，借完了之后呢，我就说好，王姐你休息一个礼拜，就上班，反正你不要再啰嗦，你赶快上班，我就从那边薪水扣。我反正你就是先来就对了。他说好，等他等的时间，等又等到那一天完全没有来上班，而且这个电话打过去说对不起，进语音信箱。嗯，所以等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上过班，他从来没有上过班。我因为相信他而去借了这个钱，所以我总共借他4万块钱。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绿茶他本身呢被诈骗的这个经过。这个好像。哇哇哇哇，漂亮嘞！哈，装美女，这有什么难的？我也可以呀。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好厉害！今天我们的目标是绿茶哥哥哦。喂，奈奈吗？我跟你说，我的试镜上了耶，超开心的啦。不好意思，你先打个电话。对不起，你的声音听起来好耳熟哦。你是那个配音员吗？还是艺人呢？对啊，我是艺人绿茶。直接我是说自己是绿艺人绿茶。那你有看过我的东西吗？有啊，我超喜欢绿茶的。我之前看那个《丸子三兄弟》。那你三里面最喜欢谁？当然是你呀。真假的？真的啦，你那是超帅的。现在觉得很丢脸，很想死。我不知道能不能加个 line。哦，那你加我 line 好吗？确定我打的电话你会接哦？当然会接啊，超开心的。那我们再聊好不好？好，拜拜。拜拜。好笑哦，真的在聊哦。来来，他的声音真听不出来。你睡了吗？你们艺人每天都要上通告吗？还 OK 吧，那最近就是在忙，因为我开有寒暑假期，然后最近在忙那个。好辛苦哦。不会，我听到你的声音就不辛苦了。真的假的？啊！下卡。开始在撩哈。下次有空打扮一下，寄张照片给我看一看。好啊，下次我一定拍给你看。等一下有人叫我。困没困啊？不会啦。哦，跟艺人分歧很强，那我们在赖上聊好了，赖聊赖聊，拜拜。主动，今天茶哥哈一整个下午都有在联络我，可是我都没有回他。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我们现在打过去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跟你说，今天很扯哎！我今天去那个健身房做瑜伽的时候啊，有个阿伯一直摸我的屁股哎，他说谁叫你要穿这么少？这是我照片，你觉得这样穿很少吗？还好吧。穿这么露的，真的很答应我的，要不要回山西？好好，谢谢茶哥，那我们下次再聊。Oh my god， OK， 拜拜。喂，茶哥吗？哎，小光，你今天心情有点不好，喝了点小酒。怎么了？那你怎么没找我？因为我爸昨天突然心脏不舒服，然后我带他去急诊，能不能跟你，就是。记一下，现在缺多少啊？很多，大概还要3万。可以啊，但我如果先给你15000，先汇给你15000，再汇给15000，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可以，谢谢谢谢茶哥。那茶哥，我这边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不能开视讯给我看一下？不要吧，开视讯。拜托了。好了好了，给你看哦。真的吗？你好帅哦。谢谢你。哇塞，绿茶，你太瞎了！我看到你，我的开心了，真的开心了。那祝你。各位，我
我真的觉得茶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啊，我真的是要呼吁大家，你们在接这些电话啊，或者是网络交友啊，如果听到那种非常甜美的声音，背后非常可能有是大屌萌妹，好不好？大家小心，千万不要被诈骗啊！最后真的转了两次15000过来，茶哥，哇塞！我们总和一句话的谢姑啦。这首歌叫什么？没有，没有歌，没了。什么？没有歌，没有歌。可以先访问，先下。没有访问。就这样。保持一点距离。没有这样啊。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凑在一起？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跟国贤哥凑在一起。他其实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这段表演是跟拉拉一起。哦。对，然后绿茶一个人表演。对。哦。就后来知道是绿茶，我整个心情就是在练舞当中一直就是很挣扎了。两人都是我在挣扎，好不好？团体废咖要凑。哦，没有废咖，另外还是两个人就会凑在一起了。真的，那很大哎。我们真的很用心，我们很用心。好了，那你先表演喽。如果表演不好，访问有什么好访？不要这样，好不好？这个要先访问一下了。不要了，已经访了，访完了。因为你们在那里，我们这里。跟你聊天，我们这个角度才能看到拉拉。我们可以带他一起过去，好吗？可以带他一起过去，不要麻烦人家，好吧？带来什么歌？没有，我们带来舞蹈，跳舞蹈，舞蹈，带来什么舞蹈？来，那我们赶快来看，好吧？哎，来，不红也跳人。哎呦！
好不好看在其次，哇，诚意十足，对，诚意十足。还有跟我们很厉害的舞团，整个那个编排啊，从头到尾都没有落掉东西，很厉害，这个就已经算很不容易了，对不对？真的真的真的。来，秋红啊，秋红啊，来，这一次是跳真的。啊，这一次很认，之前都跳，前面这三七年都浪费掉的。我说今天。真的很认真，你看两个人喘成这个样子，有吗？对啊，这个舞蹈真的很累，有没有？我们还要弄那个面罩，不能呼吸，这个是很加分的，因为从头到尾那个面罩没有拿下，看不到脸，对对。而且今天刚好也是他们两个加起来100岁的生日，好辛苦。应该差几天了，差几天就快到了，而且很认真，对不对？哎，好看，这表演好看，真的很好看。人就是在留代表作，跳到脸都发白，是擦粉的还是发白？还是真的发白？而且主要是把这次对当做是哇最后一次，真的，对，而且难得跟国贤哥一起合作哦，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国贤哥其实。背的比我还要熟，对对对，所以能够跟他一起练舞是我的荣幸啊！你们，但是怎么一段板很可怜的感觉，这两个神经病喘成这个样子，特闲的感觉。哎，人家那个舞团都不红不喘的，舞蹈老师也真的跳得很好，他们是 Zero Four， 之前有来过嘛，很优秀的舞团，这些舞团团员他们的平均年龄。18哦哦是吗？啊，不好意思啊，我是他乘以二，他再多一点。B boy 年纪都很小，对啊，我们要那个造飞机的时候，其实他们很辛苦造飞机，要把我们抬起来这样飞来飞去。我们刚刚看到，真的，你还飞不起来。以前人家是那个偶像团体的红孩儿，妹妹知道红孩儿吗？周周又又，不知道，不知道。哦，那你们知道丸子三兄弟吗？知道三兄弟丸子，不知道，丸子也不知道，丘比特华知道吗？也不知道，那知道那修知道吗？修，我就是修啊，修比多华，我们四个啊，不然你们是洗八刀啊。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有没有听过？对，啊，这个听过，哥哥的歌嘛，对不对？红人不红。不过今天你们总算把这个完成了，好不好？谢谢哥。本来只想要让你们这个访问啊草草了事，没有啦，可以访问，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但是人就是这样，是啊，找寻自己的可能性，是对。你以前在丸子里面，他们这三个，对，他是在里面。这个亮点最低的，是是是，几乎已经算是一个风中蟾蜍，风中蟾蜍太渺小了，风中蟾蜍，对，被吃掉，他已经是风中蟾蜍了。对，那另外两个人，你看小鬼，人家现在又能哇，主持节目，主持节目又歌手出唱，对，本来玩很大，那个机会是绿茶的，没有，后来我回想以后才啊，原来小鬼去。顶那个位置对绿茶有多伤？对，因为他这一生都让小鬼顶了啊，所以也应该要顶。是后来才想起来，哎，他跟你还是同一团团体，对啊，之前啊，但是没有关系，没有，我有宪哥就好了 ，OK 了。嗯，宪哥想切割了，先不要，先不要，宪哥想切割，宪哥不，先不要，你要慢慢再找寻其他的，当然，对不对？更多人看到你愿意认真表演的一面，谢谢哥。那国贤哥不用讲了，好，一定还在传，还在传。我之前是不是有跟你说介绍女朋友？对，有讲对不对？有， okay, 有，就是今天了，好吧？哇，有吗？蔡秋凤小姐，上次跟你提到有一个不错的男生，朋友太熟了啦。来，我们来看看到底可以得到几分？来，三、二、一，请给分。左左22分 ，OK， 对，我对左左是可以，左，我从小是看他们长大的，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小朋友他是不会说，为什么只给6分的？来，左左，因为刚刚在跳那个的时候，绿茶哥哥没有跟上。被人家看得很清楚，扣在绿茶啊，衣服还爆开了，那是因为他肚子你看你形象多重要，艺人两个，因为他们两个是啊，当中啊比较没有代表作的，所以我们希望你慢慢去找寻代表作，好吧？把这个戴上以后，你以后就有代表作了，带着表走路。因为他们把这个表给戴上，就有代表作好，来代表作，好，谢谢他们。
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开心天天笑个吉祥物，心想事成，幸福满满，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龙年行大运，身体壮如龙。